暑期到，开营啦！美丽中国乡村行科技院携手打造暑期特别节目《乡村夏令营》，体验神奇乡村，感受温暖亲情，揭秘身边科学，探寻生命奇迹，尽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乡村三兄弟快乐灵山行，一骑红尘飞虎啸。据传说呀，在我们灵山有一株当年进贡杨贵妃的千年古荔之树啊，那真是不得不吃啊。哎，你见过这么大的粽子吗？不得不吃。什么都是有先则明，仙草凉粉当地一绝，不得不吃。必须泡澡的奶牛，而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不得不见哟。飞到那最高最远最大座，美女私乐团吗？蔡琴嘛，农民真出彩，你不可不听哦。啊，这个我来不了，还是让傅同学来吧。灵山不是不得不看。乡村大世界，乡村大世界，乡村乡村乡村海水感大世界，开始了，我去了，开始了，开始了。Hello， 大家好。哎呀，这个不错，这个。哎，回来，放下。这是什么？这粥。陆遥，快！我跟你说啊，今天咱们是主持人。我不，但是您不知道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提前来了，已经跟大家很熟了啊，大家特别的喜欢我，我被称为农民的孙子。确实，我们跟附近的父老乡亲都打成一片了，他们都特别喜欢我们。热情地称我为农民的儿子。我怎么矮一辈儿？你这别代表咱们乡亲们的心声 啊，就是喜欢你们两个，一个是农民的孙子啊，农民的儿子。对啊。但是呢，这里的父老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快乐的农民。你说什么呢？不干啥？我说错人话了。合着我们俩都归了你了是吧？他你孙子，我是你儿子。我的意思是我没说完，我们是快乐的农民主持人。啊，这说还是对差不多。所以说呢，别忘了我们来到这儿是干什么的啊。所以刚才这两个人一上来呢，有点出洋相了。我这个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鞠上一躬，我代表刘刚和陆遥的爸爸妈妈给你们赔礼了。谁让你代表啊？你代表我爸呀？不是，你代表我妈、啊、你不还占我便宜吗？不是，你告诉我们嘛，说灵山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你来就尽情的享受，你尽情的吃、尽情的喝、尽情的玩。哎，所以我们不才上来以后，我们先找吃的吗？就是没忘了今天我们来这干嘛，对吧？对呀、啊，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嗯。今天咱们来到这个灵山啊，我们就是一定要感受咱们灵山这儿有不得不吃的美食。对啊，有不得不看的绝技，对啊，还有不得不听的好声音。是啊，咱们灵山什么最有名啊？什么最有名，朋友们？不是，你知道再多也没用，你知道吗？啊、我们还是要吃荔枝，要感受荔枝的那种甜美。这里无菌不荔枝，自古就有一种习俗，无论哪家天南丁，都会在住宅附近种几棵荔枝树。孩子长大读书时就有了求学的资本，形成了现在古荔枝树随处可见的另项风韵。灵山荔枝可以说是百味，这里有35个不同品种的荔枝，从5月吃到7月，给你口感各异的美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荔枝树老寿星树龄超过1500年，相传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就是从这个树上摘下来的。吃荔枝不上火小提示，只要在吃荔枝时喝一杯盐水或嚼荔枝壳，就能起到去火的功效了。清甜爽口的灵山荔枝绝对是你不可不吃的。据我了解啊，咱们全中国荔枝的品种可能有46种啊。那咱们灵山有多少种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灵山就有35种，对不对朋友们？看到这荔枝，我想做一首诗。日啖荔枝300颗，不吃常做岭南人。知道这岭南是哪儿吗？岭南是哪儿？岭南就是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要说作诗，我也想起一首，叫绝疑天上味，秀逸世间香。你们说的这些诗啊，都不是家喻户晓的。你来个家喻户晓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才子，对，就是三大才子啊。大家说是不是最应该吃荔枝的是我？哎，是我，是我。谁说？怎么着，阿姨？您上来。这阿姨怎么了？这是？您给拿个话筒。主持人。给拿个话筒，是，等会儿拿个话筒，快点上来。哎，来，阿姨您有什么情况？这是你们看看，你们刚刚在这里吹、哎、看看这是什么荔枝，好大呀。哎呀，人呐，这叫鸡蛋荔枝。这就是我们灵山最有名的千年古树荔枝。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就是我们这个千年古树上结的荔枝，最贵州了。你看，这一粒啊，就是150元呐、啊。想吃吧？想吃吧？嗯，想吃吧？啊！哎，有条件当然有条件，姐妹们，上！你要干嘛？要群殴啊？这是大妈的团队。您还组团来的？那当然了，听大妈讲条件啊。啊，这个今天嘛，我们就以刘三姐对歌的方式来考考你们，看你们对我们灵山的荔枝啊到底知道有多少。谁抢先坐上了这张凳子，谁才有资格答题，谁答的题最多。啊，答的最好，最准确，我就叫我这个女儿跟着我们啊，我愿意千年荔枝给你们品尝。那我们刘三姐对歌，谁来唱啊？姐妹们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球在争一个球。好吃的荔枝岭山多嘞。错了，这是独有的荔枝。独有的，你告诉我们吧，告诉我们。荔枝乡里岭山多嘞。来，二姐，你们想吃荔枝就听我的。好的，二姐。这太容易了，调挺高。妃子叫荔枝的出唐诗来，还出唐诗。对，不用坐那儿，答案就有了。没有坐的你唱不算的。对，这是游戏规则，不算的。听好了，什么荔枝最早熟嘞？最早荔枝几月熟嘞？我感觉就像踩到你一样。还有几月熟吗？三月红是新历，是几月新历？是5月。啊，对，答对了。聪明人就是聪明人。来，好几个观众在那儿。听我的了吗？不过这样咱俩有点丢人了。
荔枝山千岁嘞，嘿，山千岁，什么荔枝果肉多嘞，嘿，果肉多。你们两个肉最多，你们两个一起说。你躲开。哎，荔枝王荔枝上千岁嘞，哎呦喽喂，哎唱的不，五合荔枝肉最多嘞，哎呦喽喂，对吗？对，好，答对了，答对了，还行，还行。我出一题，看你们能不能答。好的，你出什么题我都能答。好，没问题了。这我知道，桂味荔枝，桂花香。桂味荔枝，桂花香嘞，桂花香，谢谢妈，谢谢妈。你们听好了，最后一题。哦。哎，什么品种是荔枝黄嘞？黑荔枝王。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来。哎，乡里这个品种是荔枝王嘞，哎，荔枝王。对呀、啊，对啦、啊，对啦、啊，答对啦，对。对，像刚才的话哈，嗯，他答的最多，答的最好，嗯，女儿。播这个千年荔枝给这位主持人品尝、啊。等一会儿我要坐在这吃，你躺下，你躺下。你要吃吗？啊！这啥？我问你，你吃的什么？你嘴里吃，我给你掏出来，我不能让你犯错误。哎呀，主持人呐、啊，别争了、啊，你们老是在这里争来争去。今天带节目来了没有？阿姨。你没有说我们带节目来干嘛？啊？表演啦、啊！你们带节目来，我们就以今天谁表演的节目最精彩，谁对我们灵山了解的最多，谁表现的最好，就可以嫁到您家了。没有，我们就把这筐最珍贵的荔枝送给谁？我。乡亲们，你们同意吗？好。您不说了吗？谁节目好，谁最后能带走是吧？对。好，为了价值150元一颗的荔枝，主持人开始割线神通，究竟谁能带来最令观众满意的节目，最终夺得这筐千年荔枝？我们接着往下看吧。我跟你讲，赵灵山除了这么好吃的荔枝之外，嗯，我还发现了一样，什么？仙草凉粉。灵山凉粉可是灵山人家家必备的美食，又叫龟苓膏，晶莹剔透，嫩化双口，清热又解暑。它最主要的原料就是仙草，灵山仙草有神奇快速的驱暑功效，而且一斤仙草能熬出20-30斤的仙草冻。大家认为这种有神效的草为仙人所赐，因此取名仙草。现在人们所喝的凉茶，其中主要的原料就是灵山仙草。灵山还有无粽不成年一说，过大年包大粽，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个大粽子，象征着丰收团圆的意义。灵山大粽最大重达668斤，需要将近386张野生粽叶一片片叠加，用灵山糯米再加上玉米、绿豆、虾米、猪肉等做馅儿，最后用10斤水草捆绑成粽，煮上3天4夜，让肥肉里的油渗到米里，这样的大粽肥而不腻，糯而不烂。哎呀，怎么样？太好了，你看看，真的厉害！看看我们灵山这么多的美食，这么多的美味啊！除了吃，你们两个还发现别的了吗？当然有了啊！我给你推荐的三位主持人的较量即将开始，刘刚找来不得不听的美女信乐团，而路遥也不甘示弱，请出三波小伙，刚一张嘴，观众就报以热烈掌声。我们现在呢，这个新农民才艺风采大赛已经开始了啊！哎，凡是全国各地啊，能说的、能演的、能表、能唱的，您都到我们这个才艺大赛来展示出您的才华，最终呢，您可能获得我们的10佳选手。这
都是由一群高中生组成的乐队，乐队的成员是五个快乐的九五后女孩。今晚刚刚参加完会考的他们，第一次为明天的演出进行彩排。可以加一些动作，要不要教呢？动作，对，这样的，跪下来唱。我打算躺在垫子。不要了。阳光快乐、活力四射的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演出呢？Reaching a fever pitch, just bringing me out of the dark. And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tell me out and down in your ship air.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Running in the deep. You have my mind. If your hair can you play it, you play it, you play it, you play it to the beat. I'm not going to go, I'm not going to go, I'm not going to go.我都难以想象，这是一个我们灵山当地的学校的学生的一个女子乐团的组合。对呀、啊，哎呀，很难得。对对对对对，啊、哪位是队长？哎呀，队长那么低调，站那么远。来，队长离我近一点。队长，队长，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组的这个团？初二的时候。初二的时候。现在呢？现在呢？现在不是还在吗？在高二。现在高二了。高二。我想问一问，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最喜欢的组合是 FT Island， 然后呢 Forever 的话呢也是一个跟他们有关的一个名字，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是希望这种姐妹的感情要永远的延续下去吗？就是 Forever Together， 就是这意思，就是永远在一起。长大了，然后你们乐团发展也还不错，你们的男朋友告诉你说我不希望你再做乐队了，分手。不，你不希望我做乐队了，我就做掉你。你看九零后的一些孩子，对、啊、人家对梦想的一种这个追求是什么样的？不像我们小时候，当然每个人都有梦，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有理想。是，当然时代不同，可能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没错。哎，刘刚，我们也组个组合，让大家感觉一下我们小时候也是有梦想、有追求的少年。呼呼呼。够了，没人鼓掌就一直在这呼。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像太阳大声的呼喊，像天空大声的呼喊，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清澈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呜呜呜呜呜呜，这是小虎队，不像是小虎队。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我们五位有梦想、有追求的美少女乐队 ，Ever 组合 ，Forever， 谢谢，真不错。哎，但是龙哥，其实我来这几天，别叫龙哥，请叫我玉龙。玉龙哥，其实我来这几天也遇到了一位，
好声音，而且是不得不听的好声音。来吧，你的好声音到底是谁？我们跟刘刚的乐队比一比。有请刁桥。我觉得不怎么样啊！你这个好声音，我跟你说，我严重的我要质疑，我并且我要打假。是，怎么打假？反对放原唱，光张嘴不出声。这个他们既然怀疑咱们，小刁清唱，就把刚才那个最高的那段来，就那个。镜中的花为谁红？水中的月为谁盈？是真唱，是。哎，怎么样？真唱啊、哦！你怎么想到学女孩子唱歌的？因为我喜欢李玉刚啊。班上的同学们，你比如说有没有你的那些小哥们们还笑话你啊？啊，你这刁桥，你一点老爷们气都没有，你天天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没有，他们相反的还很支持我。能不能唱男生的歌曲？给我们来两句。可以啊，来。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过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用女声唱可以吗？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男生，男生。春天啊，你在哪里？女生，女生。男生，女生，不错不错，谢谢刁桥，谢谢。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俩找来都挺好的，嗯，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我来到灵山之后，我就遇到一位非常好的一位妈妈，她和一群很特殊的孩子在一起，哦，然后故事非常的感人，是吧？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好，嗯。刘刚、陆遥为了争夺荔枝，前去帮助特殊学校的孩子们实现梦想，但过程却是险象环生。今年55岁的邓秀忠即将结束33年的教师生涯，现在他常常骄傲地说，他是100多个孩子的妈妈。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6个学生，2个老师，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孩子也留给了邓秀忠很多难忘的故事。2004年7月，学校放了暑假，邓秀忠送走了最后一名学生后，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他放学了都没见人回来，到学校打电话给我们的老师啊，特别是邓校长嘛，这个东西。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邓老师。我是放假了，但是他们都回来了，但是今天晚上不见他们回来吃饭，不知道是去哪里玩。我们就跑了附近的同学去找，也没发现人。我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就跑到了县城里面一个一个的旅馆去找，一共找了25个，发现了有一个聋哑人是从福州过来的。通过了解，社会上有些团伙们呢，啊，就说你来就专门诱惑这个聋哑人，出去的，后来呢，我们甚至和残联的同事和邓校长，这个特教学校的一起，首先呢跑到玉林，然后到梧州，去找。得到线索后，几经辗转，邓秀忠和家长们找到了广州。我就到了广州啊，玉秀区很远的哦，在车站离开哦，他说。校长找是找，但是我们的钱没有多的窝藏的车啊、哦！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我是大有2000块，但是你要一天两天，可能有四个人，又用完。后来他说求求你了，我们就跑过去吧，走路去。后来我就带着四个家长，就从车站这边就走过艺术区去，大概是2个钟头吧，我们就找到了那一所宾馆，但是去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服务员说，那天12点他们就退房了。接下来的2个多月，近80天的日子里，邓秀忠和家长们走过了5个城市，花费上万元，发出了5万多份传单，给2000多人留下了联系电话。他们的寻子之路感动了很多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最后，几位离家的孩子回来了。一下班回到他见到他了以后，因为我们就现在哪种是喜出望外的时候，我们就抱成一团的哭了。在这里我们也感谢这个我们邓老师啊，得到一份工作了。在我们学校里毕业的同学就业率达到95%，在他们没有毕业之前，我都跟工厂里面打交道。开始我带过去的时候他不愿意要的，后来我说你不要看小我的聋哑人，他也跟你们正常人一样，你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他们一定要经过努力，要拼搏，也会达到的。我去了一次不得了，去2次吧，最后第3次我要求了，我还要找那个当时的副县长来说情。他说，哎，那我就帮你问一下吧，得不得？后来他也帮我，我第5次就喊了那个。王老板，我说求求你了，留下他们了。他说好的，那我又要2个，看看得不得。后来他说，哎，还行哦，比我们的建筑人还做得定哦。后来他就说好，以后你毕业的人全都到我这里来。现在当年离开家的一个男孩已经成为工厂里技术最娴熟的工人，而且今年5一还组成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2012年，灵山特殊教育学校的新校舍落成了，这也圆了邓秀忠15年的一个心愿。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家。为了给孩子们添置体育运动设施，灵山县的爱心企业捐出了5万元的公益基金。刘刚和路遥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个恐怖惊悚的考验，与凶猛的蛇过招，顺利过关者就能够赢得这笔公益基金，为孩子们送去欢乐。在他们身边危机四伏，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谁又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咱们好像是不是得进去啊？小声一点，你小声一点。我没大声啊。我跟你讲，你小声一点。这个村里养100多万条蛇，100万条蛇咬到就走人了。今天考验他们的老师就是灵山县大名鼎鼎的蛇王，他又是谁呢？在灵山提起蛇王的称号，非周文倩莫属。周文倩和老公都属蛇，可是说起与蛇的关系，周文倩却说她是最怕蛇的。第一次我养蛇，我喂料，他说你喂水，我就把那个盆子一打开，那个盆子上面有很多那个蛇在我的脚底上面穿过，我吓得就跳到那个床上面，又看到后面又有一群蛇，挖了几声啊，不是吓了一身冷汗。怕归怕，可是养蛇会带来财富。周文倩咬着牙，硬着头皮，开始和蛇拉近距离，亲密接触起来。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文倩又产生了放弃的念头。09年4月份吧，我老公被眼镜蛇咬了2次嘛。那时候他被咬了有2-3分钟，马上那个伤口就会黑发黑。那个毒液马上扩散了，很快，这个脚又肿得很厉害，那时候都这个站立不稳了。我说不要养那个眼镜蛇了。被咬了以后就是感觉它危险很大，所以不养。谁知道它那脚一好，那个心里又想着要养。一年都有那个200万左右的收入嘛，所以又坚持养。
自己富了，也要让乡亲们一起致富。两人无偿地将自己的养蛇技术传授给乡亲们。我带动了有56招，哎，现在他们的年收入有20多万了。现在灵山县已经成了广西省的养蛇大县，光周文倩所在的村子就养了100多万条蛇，每年的产值能达到上亿元。村民们不仅养蛇，而且还拓展了与蛇相关的其他产业。经过10年的养蛇生活，周文倩不仅克服了对蛇的恐惧，还在灵山县的蛇王大赛上夺得了桂冠。现在全国各地慕名来跟他学习养蛇的人络绎不绝。我现在全国各地来了有18个省，100多个学生了。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刘刚和陆瑶又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呢？当我的学徒一定要过3关，第一关要给蛇窝打扫卫生。蛇可是爱干净的动物，所以给蛇房打扫卫生是养蛇人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蛇天天都要大小便了，我们打扫得很干净，蛇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会得病了。拿到了玫瑰花的刘刚和拿到了头盔的陆瑶准备进入蛇房了，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我进蛇房的感觉，我首先想它应该是满地的蛇，但是一进去发现一条都没有，只看到一张张蛇皮在地上，还告诉你说那里又有70-80条蛇。我就小心翼翼地贴着边一点一点找嘛。那会儿你没量我的血压，你要量我血压的话应该不会低于150，特别可怕。啊，它爬了，它爬了，我要虚脱了，啊，虚脱了，这里又检查那个蛇有没有病，还得看他得没得病。我觉得我快吓出病来了，我快哭了。他会跑的，他不等你的。哇，天哪！哎呀，哎呀，哎呀！啊！快点来！不是，那刚才那个蛇就看着我。然后就有那种要攻击的那个姿势，一撩那个帘子，那蛇它唰的一下到我眼前了，我差点晕倒。我从小特别害怕这个蛇这类的东西。我把它勾起来了啊！哎呦，没抓着。这么揪他尾巴，哎，你出来，我看看你。抓中间了。可是他那好多条蛇，我怕我抓到一只，然后另一只就咬我了。不会的。哎呀，我已经到极限了，我跟你说，真的已经到极限了。啊，他咬我了！啊，他咬我了！他咬我了！他到我这边来了！哎呦！现在你先学会做蛇才可以打针，你不敢做蛇，哪里敢打针呢？不是，我害怕啊！他在里面喊：“咬到我了！他咬了我！他咬我了！”那个对我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我就想尽快的在蛇窝里把那个解决掉。好吧，不要怕。被蛇攻击的刘刚想到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这个办法会不会对蛇有用呢？送你朵玫瑰花，我衷心的谢谢你。他真的会攻击人，这里还有。很多了。那个蛇会跳，你从来没有见过会跳的蛇，它是跳起来咬你，然后它自己摔下去，它不觉得疼。
我觉得我的反应是蛮快的，否则来上一口是有可能的。在那个箱子上面啊，你捉一条出来。开玩笑，这么大。接下来主持人为那筐150元一颗的荔枝继续出招，魏伟将展现全新绝技，令现场再度沸腾起来。粉丝送主持人乡村史上最恐怖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呢？高端舞狮有何惊艳之处令观众目瞪口呆？而场外到底是什么令陆遥大呼小叫极度崩溃？又是什么令刘刚汗流浃背惊慌失色？设防内又有什么更加惊悚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呢？别走开，广告回来更多精彩。我要当我的学生的话，你第一步一定要向协会周所嘞。Hello， 陆正，你好，咱交个朋友。你的手不要抖。我也不想抖。拿，全部拿出来，好多条人哦。住手！怎么？好，等等，抓到你的警察。不，刘刚已经完成了捉蛇的任务，那么对蛇有着极度恐惧的陆遥能不能抓到蛇呢？我就抓这条吧。这是中间吗？对对对。对咬到我了啊！你看到没有，根本就是咬人呐！什么不会的，我刚才也有那镜头啊。其实当时有点不高兴了，他说那蛇不咬人，没想到我去抓那个蛇的时候，他突然反口就咬。哦，咬我了！从那开始，然后我就彻底这种自信心啊就崩溃了。一个1米8几个的人，然后被一条1米不到的蛇给吓成那个样子，我没有那么相信他。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他是在做效果。谁不想露脸啊？在镜头后面，好几十人在那儿站着啊，还正是女孩，那很丢人的事儿啊！我要不是为了孩子们，说实话，我真的就不拍了。两人在惊恐中结束了第一关的考验。干哥，你比刚才陆遥大胆了好多哎！陆遥的心还没有镇定一下，还是勉强，还有下一步打蛇针。第一关刘刚暂时领先，接下来的第二关给蛇打针，对于两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惊悚挑战。这个不行了，这个蛇呢，它本身有那个皮肤有点炎症啊，起泡了嘛，这个发炎，所以要打针消炎。刚刚经历过捉蛇噩梦的刘刚和陆遥又要捉蛇了。刘刚去捉。哦，好。那我抓其他的，他不会怒吗？哎，刚哥，你别得脑袋离得远一点，刚哥，你手过去。哎呦。蛇怕太阳，它在太阳地里晒以后，那个蛇是疯了的。你可以看到画面里面那个蛇从笼子里面往外钻，我就一直在找那条不太凶狠的，或者是它可能已经晒懵了的这样的蛇。我希望那条蛇是可以被我抓住以后不产生任何反抗的。一抓，马上来！对，都是抓在这里，不要扎上去就不好。怎么办？那个蛇一出来，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有攻击性的。我一下跑那么远，可能摄影老师都逮不着我了。但是我那完全是下意识的。
哦，安静，安静，安静，乖乖乖乖乖，不要砸那么上，砸这里就得了，砸这里，砸这里。哦，对对。快，你打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咬我？你咬他，他当然会反击的。你的手不要扎得那么紧啊，等一下他会。好好好，反过来咬你嘞。哦，扎松点，扎松点，放松，放松，他跑。不会不会，你放松。好，我放松，你也放松，好不好？大家都放松，好吧？那这个打针的话是打在这个肺部中间这个脊骨第三个鳞片。啊，第三个鳞片。嗯，是打在肌肉比较丰厚的这里打进去就可以了。可以了。嗯，因为我那一站算是蛮顺利的，然后就把蛇抓了，然后打了针了。它真的是冷血动物，一针下去，它没有像别的动物一样那种疯了那种感觉，被针扎了疯了的感觉。打完以后怎么办？放进去吧，先放头部啊，先放头部，先放头部是不是？对对对对，先放，放，到你了，快呀！我是觉得路遥表演的成分过高，跟个姑娘似的，跑了20米开外了去躲着，你不至于说吓成那个样子。我真的觉得他在作秀。到你了，快呀！不行，本姐，本姐，不行，我已经抓危险了。你抓小的。我有我真特别害怕。这么大个子还撒娇，你好意思吗？来，哎呀！快点，快点啊！我就是天生生下我就怕他，特别害怕他。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呢？哎、我豁不出去。我后来是真的着急了，太阳地里晒着，所有的人都很辛苦，都很累。其实他也给我压力了，他一直在攥我。他说：“你来，你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没有真正咬到他嘛，他躲开了。如果真的咬到他一下，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那种心态也是会有变化的。我觉得那种表现不是我喜欢的。我保证。我拿我的人格担保，我就是本能的反应，完全没有一点的作秀。面对恐惧为难的路遥，蛇王夫妇只能自己抓出来一条蛇，让路遥体会一下给蛇打针的感觉。扎这里，对，就这样。哎呀，那不多好啊！你看，现在要打针要看第三个鳞片。你快点吧，你快点吧，不行吧？好了，放回去，放回去，再放回去，放回去。先放头，先放头。嗯。我今年30岁，打我记事儿开始的时候，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类的动物。第二关考验结束，显而易见的是刘刚更胜一筹，接下来就是更加恐怖的第三关。要根据客户的需要选择。按照客户的要求，刘刚和路遥要在众多的蛇里面选出1、2、3级的蛇各20斤，这才是终极大挑战呐。那怎么分级别呢？它按重量来分，一个大小分嘛，小一点的就是3级嘛，这个就是2级，重的超过3斤的就是1级嘛，就这样分了。让我把那条蛇从一堆蛇里面给它拉出来，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它就跟系绳似的，它系在一块儿。它的反抗是很可怕的，它能从笼子里面往外飞。真的，你让我去抓一群活的蛇，我就发现完全不行，完全不行。面对攻击性很强的群蛇，刘刚只能借助工具。那中间在哪？抓马呢？对。这应该是2斤的吧？嗯。对。一级的。最大的那条。
不知道他头在哪。就在那条，对，就那条，你勾到中间。勾中间，勾中间。啊，抓来抓来抓。太棒了。先放头。这是一级的，对不对？哎、嗯，一级的。好。还有三级的。小哥真棒，加油！我现在找到感觉了。我觉着啊，刚哥挺让我佩服的，他抓了好几条。我已经为了小朋友们的这个梦想豁出去了，我再你有吗？我再豁一下。没看出来你豁出去。哎呀！勾中间了，勾中间。哎呦！哎呦！蛇抓出来了，然后实际上对他的心理建设应该是很强大的了，应该可以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我就想赶紧抓，赶紧抓，哎呀不敢，赶紧抓，赶紧抓，但不敢，就这种状态。站得住你来，不要怕这个。你往前站。哦，看见蛇，我叫你。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这条了。嗯，快、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头那边。抓抓抓抓！哎呦！快点。抓头那边。抓抓抓抓！哎呦！你太慢了，你果断点就没事了。快点，快点，来近一点、啊。勾上来，勾一手，可以了，可以了，勾高一点，像其他蛇就咬不到你。勾那边了，快点，快点，哎，抓住，对，漂亮，漂亮，两只手，两只手。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微笑背后如此。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爷们儿，你真的愿意或者想争取这样一个荣誉，你应该表现得更好。我这没咬之前我还有那么点信心，等这蛇把我这胶皮手套咬完了以后，就害怕了，就看见它就害怕恐惧。我想它应该会觉得丢人的。我还是突破了这个极限，啪上去，最后还是抓着那条蛇了。我抓这一下就代表着我努力了，我为了孩子那个公益基金，我已经做出我最大的努力了。经过这三关的比赛，现在刘刚获胜，成为我的徒弟。谢谢谢谢谢谢师傅，我获胜了，公益基金是我的了。赢得这个比赛，然后我把这个钱，然后和企业的领导一起去交到校长手里的时候，我看着孩子们，因为可能他们，因为他们失聪的嘛，有很多是失聪的，他们听不到我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从他们后面向我们竖大拇指，我就觉得特别骄傲。那一天的体验，那一天的惊吓都没有白费，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有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真的，刚才你们的表现真的是这个太好了啊。是吗？你以为我是在表扬你们吗？怎么了？你是在我觉得你们太不像话。怎么着？不是 就这么好的机会，这么感人的这样一件事，你们为什么不带着我一起去呢？你们要带着我一起去，今天在现场这个荔枝还用这样争吗？还用这样抢吗？早就属于我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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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带你去啊，是因为我们担心。嗯，不用担心。我们拍小片那个，你的那个粉丝啊啊，就太受刺激。他今天来这里了，要把他自己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给你。我跟刘刚我们两个人要求了很多次，他都不给我们看，看都不给看，就必须得给你。真的？对。掌声有请傅玉龙的粉丝，掌声，掌声，有请，有请啊！掌声雷动，哎呦！
刘刚和陆阳已经是深受其害了，看看毫不知情的傅玉龙怎么应对吧。来粉丝抱抱。见到我您应该兴奋一点啊，您怎么不兴奋呢？真的粉丝见到你会紧张？因为我太紧张了。给您真的给我带那个，他们说有宝贝，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家赚钱的宝贝，我们家的房子和车子都是他赚来的。那今天你为什么把这个宝贝送给我呢？这么珍贵。那等一下，我有一个要求。作为我的粉丝，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要拿我的礼物，要你表演给观众他们看。就是让你表演个节目，要拿着他送你的礼物一起表演。哎、真的吗？这样才有诚意。你确定是真的吗？真的。好好好好，我就演节目。演节目是演节目，咱也不能白演。啊、你要把你们家这个镇宅之宝送给我，哎，对，我就给你演。送给你了。拿着这个宝贝吗？对啊，拿着这个镇宅之宝。啊！哎，你不是玉龙吗？怎么变成虫了？你别拉开！就这样就可以。我求求你了，我是你粉丝，我是你粉丝，行吗？你答应我的条件，你一定要表演。你拿着他这个宝贝，唱一首歌。我还要拿着唱歌，你答应过，刘刚，你是不是人？我要拿着他唱歌。你答应过你的粉丝，你要为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啊。你不能让他总动，这样动的我是唱不了，没法唱。你就让我怎么拿住他不动，就这样是吧？啊，你别动。好，别动。哎，龙哥，他反正现在很饿，我看他的感觉，他还没有吃饭，今天早上。傅玉龙要是被咬上一口，可想而知啊！刘刚，你早来几天，你确定的告诉我，有没有生命危险？没有生命危险，死不了。他没有毒，就抢救及时的话，死不了。你来到这个位置，你和我这里站。嗯，好。你表演。啊。姐，亲姐，能不能你拿着我唱？不可以，因为你是我的粉丝。你大姐，你不是傅玉龙的粉丝吗？怎么反过来了？哎，你这个很像。大姐，给他拿话筒。你推我干什么？我来拿行。你这样，刚哥真爷们儿，你这样是在你是在侮辱我的形象吗？刘刚，今天不是你看他到我手里就不动，为什么到你手里就乱动呢？因为他喜欢吃扣肉。确定吗？我不确定。你手放在那，他总会回过头来。他怎么能不回头？你就拿这个部位。是我拿着可以，但是我一唱歌他会乱动，他一乱动我就心就跳得加快。你挂在脖子上，然后抓住他，他就不乱动了。抓这个部位，他抓这个部位就可以了。哦，对，唱。来，一二三，开始。唱。吼吼吼吼吼吼，西湖美景三月天嘞。眼泪有眼前来相会，屋檐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他张嘴了，那个蛇要张嘴。蛇要张嘴了。那年呀有造化。实话跟你说吧，你的粉丝就是当地的蛇王，真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蟒啊还是什么东西。这是滑水蛇，没毒了。是我的宠物，它很温顺的。滑鼠蛇，它是您的宠物？对，滑鼠蛇你知道是干嘛的吗？干什么的？专门吃老鼠的。哎，你属什么来着？哦，
好，我们也这个掌声感谢我的粉丝，我的美女蛇姐姐。谢谢倩姐。看来我不得不佩服你们两个人，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呢，我也得展示我的实力，我就给你们带来了一位美女蛇，有请魏伟。有请。这个来自长春的农村女孩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蜘蛛女，她就是柔术高手魏伟。从9岁开始学习柔术，每天10小时以上训练，不到6点就要起床。其实最苦的就是想家，一年也不能回一次家。放假的时候希望我妈她来接我，但是我妈没来，我姥姨来的，然后我就挺不高兴的。但是一回到家以后，看见我妈妈就是生病了嘛，所以没过来，所以其实也挺心疼的。可以为家里负担得起，我觉得很开心。练多少年了？今年？有8、9年了。练了8、9年了。你今年40几？我今年18。18岁。18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我把花折成这样，你说？他这个呀、啊，虽然柔术到家了，但是难度还是不够。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你拿这个水牛奶要做什么？我觉得既然刚才他那个腿部这么灵活，能不能把他把自己对折以后，用两只脚分别给我们倒一杯牛奶？这水牛奶特别的好，每天我们都把水牛洗澡，然后为了让它降温，它产出来那个水牛奶比我们平常喝的牛奶营养价值还要高。行，好不好？明白了。这里人都是喝这个牛奶，所以面色红润有光泽。下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魏伟，这个将用他灵巧的双脚来倒一杯水牛奶，然后呢，如果表演成功的话，我们就把这杯奶送给我边上的这头公水牛喝。哇、喝了它，喝了。他既然用这种方式倒上了，我也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把它喝掉。好，我跟你讲，你有本事不用手把这个喝了。哎。这不算什么啊！既然刚才他也这个品尝了，哎，能不能这个让我表妹用双脚给你整碗龟苓膏，然后刘刚尝一尝。但是那个龟苓膏是要调配的，要左右脚配合的。他不是说他的脚不够灵活吗？啊，好不好？行啊，没问题。哎，好，表妹已经把自己对折过来了。把他脚趾头能分那么开啊？哎，好，一会儿呢，刘刚，我表妹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刘刚会把这一碗整整的吞掉。哎呦，你看，先来一点蜂蜜，再给你加蜂蜜呗。哎呦，加水加糖啊，了不起了不起，太多了，哎呦，哎，蜂蜜够了，蜂蜜够了，没关系，多放点多放点。还要搅拌一下，搅拌啊！他现在呢，因为我表妹是赤脚大仙，他在搅拌的同时呢，这碗里面撒了很多佐料。
好，我们给他倒数五个数，必须吃完啊！来，大家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做什么样的动作可以有助于练这个柔术？可以慢慢的拉伸一些动作。现场有没有哪位朋友来学一个动作的？有吗？有吗？来，好，教一个，下个腰。哎呦，但是下腰那个手要摸到前脚掌。哇，我觉得你不用摸到前脚掌，能下去就好了。对，你让姐姐扶着你的腰，对，不要动。我相信你会把自己撅伤的。哎呀，可以，你已经下到四分之一了。好，不错。为了对你这种啊，对你这种精神表示鼓励，今天要送给你礼品。北汽威旺汽车车模，还有我们由安徽省霍山县鸟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东杆牌茶油提供的奖品。我们也对刚刚的这个精彩的叹为观止的柔术再次用掌声表示感谢。谢谢。怎么样？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真厉害。哎，所以我是不得不看。我跟你讲，我又找来一个，怎么办？三位主持人的比拼已经进入白热化，最终他们将会找来什么更加精彩的节目来将千年荔枝收入囊中呢？松啊梅，哎呦，这分明就是蔡大姐嘛。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女士，在县医院工作。您是个医生？是啊。哎呦，那来着了，先给他们两个看看病。给谁看看病啊？您这个练歌是自己专门学过呀，还是就是想起来就唱唱？有时候唱一会儿吧。有时候唱一会儿。就没有跟老师专业学过？没有。希望您在我们新农民才艺风采大赛当中能够进入我们十佳选手，好不好？好，用您的歌声唱遍我们灵山秀水。好，谢谢。咱们三个兄弟这趟，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这个吃也吃爽了，没错。喝也喝够了。哎，这个你们说的是该看的、该唱的、该听的都看过了，该玩。接下来就是我给你们推荐，要不得不玩的。
累不累？累。累。你今年多大啊？13。你多大了？19。19。练多少年了你？我从7岁开始接触。哎呦，12年。12年。对呀、啊。这么高难度的动作，需要付出多少艰辛呢？这背后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最难的是那个跳桩，向上蹬，这个石头就这样拿，别这样拿，你这样拿。一个弓步，你先试一下。我示范一下给你看。做示范的小伙子叫做李英权，是土生土长的灵山人。19岁的他学习舞狮已经12年了，因为喜欢，所以执着的把舞狮当做自己的生活，一边不断学，一边教村里的小孩子。敢飞过去吗？7、8岁那时候就开始接触那个舞狮了，两个脚都被摔过，因为分析的时候很容易洗手，洗手都不会刮到腰啊，那很疼的是吧？上次你摔下来，我把你送到医院了，吓死我了，是吧？我以为你脑震荡，那个眼都白了，地下滚来滚去，哎呦！我都忘记了，我怎么摔下来了是吧？你踩滑了吧？踩滑，然后我又抓不稳，你的头白摸了。你想做狮王吗？想啊，肯定想啊。你敢想啊？我有一点怕哦，毕竟现在外面那些高手太多了。是啊。因为他们有是职业的嘛，属于职业的嘛。他们赞助了吗？有个固定的训练场地还是室内的。不管你是下雨啊，还是太阳晒都可以练，对吧？玩这个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开心啊，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溪流，不想放弃它，一直它陪伴了我那么多年。我觉得难度可能练2、3年变大了。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能不能坚持玩舞狮玩多久，能玩10年还是8年。那这样你们能不能就不带着这个狮行，因为太热了，不披着这个狮行，还有没有什么更绝的再给我们亮一首？跳火吧。跳火哎呦，来我从来没有见过狮子跳火。狮子跳火，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两位。好，大家看到了，依然是刚刚我们为我们在表演的两位小伙子，现在呢是等于是不穿狮行啊，给我们表演他们的，其实这样的更便于大家看他们技术的难度。哇，这就好比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大马戏团啊，有那个老虎跳火一样，好不好？好。哇，真的好精彩啊！看看，今天所以说呢，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我们都介绍了，所以当之无愧啊！要吃我们这个150元一颗的荔枝的，就是我，干嘛？阿姨来了，后面这个桩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你们谁跳过这个桩最多的？大马这块荔枝就给谁了？由于三位主持人找来的节目不分上下，他们将亲自上阵进行最后一搏，到底谁能通过挑战高桩夺得这筐价值150元一颗的荔枝呢？我们广告回来见分晓。刘刚先来，掌声欢迎刘刚首先上桩。我们三个主持人里边，刘刚是最能装的一个。哎呦，大家看到的是功夫熊猫。上不去，上不去可以来一把凳子。来来来来，刘刚不要怕，是爷们儿你就站起来。我不是爷们儿。站起来，让观众为你喝彩。还好。还行吗？不行就下来。哎呀，都给我跪下了，太可怜了。哎呦，有请第二位功夫熊猫陆遥。上。你丢我了，我们主持人队伍当中怎么就有这么胆怯的人？哎呦，呵，来来继续，得蹦，往上蹦。朋友们，我们给他喝一个倒彩好不好？好，下去。
哦。哦，再往前。他刚才给我表演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句歌词的前两个字，滚滚滚滚啊，郭云勇。朋友们，我觉得灵山的观众朋友们是最善良的朋友们，我就到这里吧。跳过来，跳过来！别！大妈，你说我刚才从动作的小节程度、敏捷程度，我是不是已经是冠军了？好，我来宣布，我们今天的冠军就是傅玉龙。谢谢。骑马落到地上是站着的。来，大妈为我们来颁奖啊！你说我们三个人今天冠军是谁？啊，冠军嘛，就是你了。哎呦，您就是我的亲妈。还带抢的这是。